我先试一下。为什么只有一次？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你来，你出来吧，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。嗯，你拉吧，我在这里录着，我在天空录着。没炸呀。天哪，天哪，我天哪，下面都是经验值。哇，哦，请问有炸到一里？哦，这里有。对对对。我操！有毒。基岩又挖不下去。但是我可以挖。我、哦、看到地底了。哎，我们挖到地底了，看看到没？哎，我下来了。你下去就上不来了。一直下去的吧。哇，原来地底下是这个样子的呀。哇，怎么做？为什么我又回去了？怎么这里还有一头牛？真的是！哦，我有个好主意了。就是通过这种方式，你看我送了多少个 TNT 过来，通过这种方式炸地下。那把红石打开，你看那个电路，是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哦，不错，我喜欢。看到没？这个效果，我多聪明。啊、真的吗？我开了。这个，炸团地底下。哦，有翅膀，哎，那个水有翅膀，他怎么做到了？哦，你要吗？关掉！
无法连接至世界。来吧，哎，那走，往左这一走，看到了没？走 ，X 轴我设置多少？400好了。你先别试试，你看一下你身后，你站在 TNT 旁边。Y 轴，我截图一下。Z 轴，来吧。哦，不能设置太高，这边显示。再见。最多多少啊？哎，动脑。哎，卡了的，这卡了。你们那边卡了吗？我也是。哦，微软服务器炸了怎么办？怕啥？不是我的。微软要给你发律师函。卡的呀！微软服务器炸了。哇，终于炸完了！换我炸了，换我炸了！哇，牛逼！人体。来看我的看我的一面TNT墙，来看我的看我的，等一下我要截图，要飞远一点，我要截图，我要截图。我觉得我们应该从下面开始炸，还是从中间开始炸？效率的，炸不完了，真炸不完，我真是个人才。我们弄个平面的吧，就是。水平的平面，啊，没关系了，我已经开始了，到吧到吧。爱心，我们需要庆祝一下。我们不是说新年要放鞭炮吗？是吧？来了。就这个时刻了。4月20日是 MC 18那个十周年，我们要放个 TNT 来。哦，效果不错，效果不错。我要截图。卡住了，嗯，真的，哇、哦，效果，我要身临其境一下，我要身临其境。害怕。